有猫欸，原来只是我之前都把玩家关掉，没有发现。欸，猫是趴着的欸，你看。这个猫也太大了吧。你如果买猫的话，它是这样做欸，太神奇了。真的哦，你说抽那个蛋可以抽到、哦，我被劫，我买一个就好了，够赞你啊，不困难，应该抽半折吧。我把玩家都开启之后，我的视野变大了，这里也有白幽灵的，来看照片。这个、女仆无内裤会当看，女仆装没有内裤啊。可是它这一只不生动，它比较像是一个装饰物。讲白一点，它就不是一个坐骑啦，它只是一种机械而已，比较像是公仔。白色内裤，哦，这里还有酒杯耶，还有苹果奶，真的是有钱人的玩意。